六楼之舞，啊！六走多了，抽到的是香蕉哥哥的账单。真的，家里开销好大。香蕉还是草莓，当中还有镁，可以帮助放松以及改善睡眠。香蕉吧，看起来就很好睡。生了孩子之后讲话尺度不一样，看起来睡得很好。其实你看他保持这么年轻，一定是因为睡得好啊。香蕉，请揭晓。 全民新攻略，住户请就位。欢迎光临财富大楼。谢谢，非常好，非常好。各位尊贵住户，大家晚安，大家好。晚安，主委好。是的，我是这栋财富大楼的管委会的新任主委曾木春。 好，今天呢，就这个苏丹红的风暴算是席卷了整个台湾。事实上呢，对我们所有的餐饮啊，各个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嗯，我们到底要学习哪些知识来守护家人的健康呢？今天财富大楼特别组成了自救捍卫队，邀请所有的家长们呢，跟着医药达人、医师们来学习健康预防的新观念。来欢迎所有的住户的第一位。 资深医药记者梁慧文，你好。大家好。第二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没有来过财富大楼的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欢迎。大家好。接下来是悠悠家族的两位，他们已经开始暗通款曲，成立家庭的两位哥哥姐姐，香蕉哥哥、草莓姐姐。香蕉哥哥。我是草莓姐姐。接下来是无敌四宝妈维尼妈。大家好，我是四宝妈。 新手妈妈罗丽塔，哎，听说今天呢，我们的新朋友陈博士、陈医师今天推出新书是吧？对，有本叫做《更新立腺体根治慢性病》。立腺体是个很时髦的话题啊，已经在台湾流行了两三年了。本来以为啊，它是能量工厂啊，后来最近发现呢，它是很多疾病的根源啊。如果就是很多慢性病，大概90%的慢性病哦，是从立腺体失衡开始。 那如果你把立腺体修好了，很多疾病可以逆转，甚至可以到根治。立腺体跟人的自体免疫系统有关，是有关。跟所有的疾病都有关系，跟免疫系统啦，跟代谢啦，甚至癌症啊，甚至那个神经系统，甚至到那个精神疾病都有关系。哇哦，都有关系，全部都有关系。所以它根性的方式是啊，从饮食也可以，从运动也很好。这本书第14本书《更新立腺体》，最时髦的话题，值得你关注它，可以根治你很多的疾病，对不对？希望这本书受到大家喜爱，好不好？谢谢。接下来要有请管委会最高层级的主任秘书蔡长华蔡主秘介绍一下我们的。 这殿堂级的大奖，各位尊贵的住户，在这里当中，我们要送给大家礼物，包含了热烘手、突击、气旋、多功能气闸、烤箱，还有数面智能床垫组、宜兰凯度海景房和云消费车和麻将桌。请大家运用你们的智力换取彩礼，那么智慧大风就是你。来，我们的第一回合，1分30秒，准备开始。15万的智慧新币含在里面，好不好？好，我们准备出发。 第一回合益智开箱，请出题。为了健康而改变习惯，调查统计，过去一年当中，最多人调整饮食习惯，还是维持规律作息？请作答。哪一个比例最多？来，草莓姐姐。我觉得应该是维持规律作息。对，请揭晓。 调整饮食习惯才是最大的变化呀。真的，我们这10年流行素食啊。哦，对。好，现在人呢，大家希望可以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哦。那愿意为健康做出哪一些的改变跟调整呢？第一名是调整我们的饮食习惯，接下来呢是愿意多摄取一些比较含有营养的这些食物，而第三呢才是呢去改变更规律的生活作息。那男生跟女生哦，在这个希望让自己变健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比较不相同。像是呢，女生他们会。 比较愿意吃健康的食物啊，然后调整你自己饮食的方式啊，而男生则是会愿意戒除一些不良的习惯，并且呢去多运动。可惜。啊，再出下一题。冬天时喝法宝鼎饮用水进行摇搭配冷水还是热水？请抢答。好厉害的草莓姐姐，来。冷水，真的啦。请揭晓。
好，一定要跟大家说，这个很多人呢都喜欢早上啊来一个这个发泡锭啊，让自己呢一整天呢都更加的精力充沛。但是也提醒大家，发泡锭呢它不适合用热水泡。冬天有时候会觉得说喝冷水或者是温水呢好像都不够温暖哦。但是呢，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的营养物质，一旦你用热水去让这个发泡锭呢去做作用的话呢，它里头的营养价值就会一直不断的降低。那有一些人会习惯出门前啊就放一个大的水瓶，里面丢一个发泡锭，然后喝一整天。强烈告诉大家，这也是 NG 行为，因为发泡锭里面呢，它有这个碳酸氢钠啊、柠檬酸啊这些物质，都很容易氧化，所以呢，随着时间呢，它也会越来越没有作用哦。建议大家呢，发泡锭一丢下去，就要赶快一次把它都喝光光。草莓姐姐，智慧型币，请选择。六楼之一。六楼之一。对。一看就像有账单的样子。真的假的？准备开箱。哇！12000，哇，太厉害了，很好哎。来，请出下题。最近爆红的哈佛蔬菜汤，抗发炎又能够减脂，其中的材料包含了地瓜、黑市、南瓜，请抢答。哎呦哎呦，来香肠，哎，香蕉，香蕉，香蕉，南瓜，南瓜吧，嗯，南瓜跟地瓜在你的概念里面，哪一个比较营养？我觉得都很营养。但是我想哈佛嘛，他们那边应该比较流行南瓜吧？哈佛，说哈尔滨佛学院的，听这个名字感觉它配南瓜比较适合。这名字配南瓜适合，哈佛南瓜，请揭晓。真的是哈佛大学嘞。这个哈佛蔬菜汤里头呢，现在非常的火红哦。那么要告诉大家呢，它里头加的这些蔬菜的原料是一年四季都容易取得的，像是呢这个洋葱啊、高丽菜、红萝卜跟南瓜。那基本上呢，藉由加热调理哦，就可以让它的这里头的植化素融到这个水跟汤当中，就可以帮助我们轻松的摄取到营养了。请选择七楼之四，七楼之四，准备开箱。普通少 OK 啦，请把握下一题。洗碗巾标榜抗菌，它指的是使用后这个容器能够抗菌，还是清洁剂能够不长菌？请抢答。怎么那么快啊，那么准啊，这不是快，是准，你知道吗？嗯。草莓姐姐来说话。抗菌指的是使用后容器能抗菌。我不认为，我也不认为。啊，好，那接下来告诉大家，基本上呢，我们的食物啊，它都是大部分都熟食嘛，所以呢，经过了加热之后呢，食物里头的细菌本来呢就不会留下来，所以这是比较还好一点的。那洗洁剂、清洁剂本身要有抗菌的作用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很多的婆婆妈妈可能呢，在这个洗碗的时候，有时候会想说呢，哎，就是更节省一点，所以呢，只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候，还会加水进去，那超级无敌错误跟 NG 的行为，因为一旦你加了这个外面的水进去，里头就会变成一个细菌培养皿，就会滋生非常非常多的细菌。你再拿这样的一个洗洁精去洗你们家的那些碗盘哦，就会造成有更多的污染哦。哦，就是长辈都这样。OK， 长辈我就是长辈。来，再住这里。冬天可能有热休克的情况，其原因是室内环境缺氧，还是温度变化大？请看。哇，陈俊旭医师。哦，这个我可能要猜了哈。是。温度变化大，请揭晓。好，因为呢，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啊，常常呢，我们会从呢这个温度啊比较高的地方走到低的地方，那这时候呢，温度因为差距的非常的剧烈，就会容易产生热休克。主要的原因哦，是当我们从高走到低，那这时候血压容易会飙升。那如果你从低走到高的话呢，血压就会快速的下降。那这样子一个血压的急剧的变化呢，当然就会引起我们的身体不适喽。对，尤其是在一些开暖气的一些。房子，甚至在美国那种比较温暖、比较温带的地方啊，冬天都是家里面开得很热。嗯，那外面如果零下一下子里面二十几度，一下进来可能会过热。哦，温差会超到30度，会有些地方会。室内室外可以超到30度。嗯，陈医师，来首开记录，八楼之三，八楼之三，顶楼加盖，准备开箱，还不错哦，8800。请出这里。
想要让小孩长高，除了补充钙质，还需要搭配胶原蛋白还是维生素 A？ 请抽答。哇，草莓，你的好准哦！嗯，大家都按得很快，可是你特别准，你知道吗？真厉害。请抢答。来说话。我觉得是胶原蛋白。来，请揭晓。哦，非常好，恭喜。好，我们骨架的形成呢需要胶原蛋白跟钙质。那胶原蛋白在人体当中呢，就像是钢筋一样的存在。那钙质呢，就如同水泥。所以想要长高，光补充钙质其实是不够的，还需要搭配着胶原蛋白，才能够呢把这个骨骼更加的稳固。那胶原蛋白呢，它其实也是属于蛋白质，它是由甘氨酸、还有呢脯氨酸以及呢这个强脯氨酸三种氨基酸所组成的。那能够促使我们的骨骼当中的钙质跟骨细胞结合。这是真的。真的，因为真的，我们家四个小朋友啊，他们在成长的时候啊，我都一直强补他钙，然后结果，但是他还是没有特别长高，而且他有的时候半夜会睡醒，这边痛那边痛，然后我就带去林口的医院给医生看，医生说不能都只补钙，他说其实人体，因为我以为胶原蛋白就是女生才需要，他说其实成长当中的小孩子胶原蛋白也很重要，就很就像刚才有讲的，就是像他的钢筋一样，因为我们就好像一直补水泥进去，可是因为小朋友可能体育课也不够多。运动也不够多，但是你知道吗？我给他补充胶原蛋白以后，很奇怪，他现在已经180几，哇塞，就是最高的、最大的了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起来有质。如果你钙补太多，骨头会很脆，对，所以你要补点胶原蛋白，让它有弹性。哦，所以一个补硬骨，一个补软骨，或者是补那个里面的硬骨里面的那些弹性，这两个都很重要，就是不能失衡。那个医生是这样说，对，漂亮，来，那个是草莓姐姐答对的，是，来再选。五楼之三，五楼之三，对，准备开箱，5000元，现在一马当先干得好啊，好厉害，那个梁慧文啊，跟我们一起玩嘛，好不好？不错，玩两个也上，请出下一题。美国调查统计，家长考虑帮小孩转学，主要是考量教育资源还是心理健康情况？请上来。漂亮，你看，这一个道德劝说，大家就有机会了。谢谢你，草莓姐姐。心理健康，为了他孩子的心理健康。嗯，因为像我自己，我们家的孩子也是在自学，后来我就让他去申请自学，就考量到他的教育资源，其实网络上也有啊，或图书馆啊，或什么的。自学你觉得效果好吗？啊，效果对小孩好，家长就很累，真的。就我自己要带四个，就是三个。对啊，你这个。可是因为心理健康真的很重要，包含他们到长大，以前小时候他们可能愿意跟你讲，哦，我生气啊，我难过。可是长大以后，他们可能就不太会说，慢慢的封闭起来了。对，这个如果是在台湾，应该是颠倒。现在是美国调查，美国可能重心理健康，在台湾的家长可能是重教育资源哦，会往都市里面送啊，往一些升学名校里面送啊，哦，啊，挑师资啊什么的，对吧？懂。你这个不容易，这个在家里自己带四个，所有的父母亲多渴望把孩子往学校里送，你知道吗？开学的时候，家长很开心，小孩子校门关，校门关就是鬼门开啊！是是，我觉得刚好。这句名言你记得哎，请揭晓。拍手。好，的确有多半的爸爸妈妈呢会选择帮孩子转学哦。最主要第一个考量的因素就是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当然他可能跟这个在学校当中的社交关系啊，或者是能不能够非常适应跟融入那个环境，就有很大的连结跟因素了。那当然还有一些家长可能是为了他的学业成绩啊，或者是呢身体健康的安全等等的考量，可能会打算要转学。维尼妈准备脱贫来 ，Yes， 八楼之物，八楼之物，对，一看就是有信，对，有做账单的，对不对？啊，不对，有账单，对的，准备开箱。啊，哎呦，怎么了？厉害，一万，谢谢谢谢，哇，厉害，自保放手，哇，我好开心哦。来，再出下一题。十大慢性食物过敏源以螃蟹还是鸡蛋为第一，请讲吧。我草莓姐姐，你是你不能再休息再选了，你不要答错喽。来，答案是，你看鸡蛋吧，鸡蛋，请揭晓。非常好哦。
好，的确哦，在这个台湾呢，十大过敏源的食物呢，前两名都被鸡蛋给包办了。第一名是蛋白，第二名是蛋黄。那接下来呢，才是花生啊，还有呢，蜂蜜、腰果、黄豆、小麦、牛奶等等的。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啊，他在这个出现过敏的情况不太一定，有些人几个小时就会发作，有些人可能会延续到几天之后。因此呢，如果你的体质是比较容易过敏的，建议大家呢，你可以记录一下你每天的饮食，然后依据你身体的状况去找出过敏源可能是哪一些食物。陈医师要不要补充？对，好，补充一下哈，其实我们都是对食物里面的蛋白质在过敏啊。那鸡蛋就不用说，里面蛋白质很多，那就吃的越频繁，我们接触它的几率越高，那我们身体就会痒，就会去刺激我们的 T 细胞、B 细胞产生过敏反应。所以说，有些过敏的食物不是不能吃啊，你不要那么常吃。对，不容易过敏的东西，控制它的总量管制。对，我们跟小孩今天其实这很实用哎，我们才给小孩吃蜂蜜腰果，前几名都吃了，然后今天还有点过敏。他要吃，但是不要一直吃，不要一直吃，不要只是吃，少量哦，不要 always 吃，不要那么大量。对，再选，七楼之二好了，准备开箱。运气真好，哇！选都是你在选，你为什么选不到账单呢？我也在想，可是我想说，我想要连线跟别人住户住在一起。连线，这不是跟别人连线，就是买几户打通这样子嘛，是吧？对啊，家境好嘛，是吧？要有邻居才好，好邻居很重要。请出下一题。中老年人体力衰退的原因主要是与粒线体还是蛋白质减少相关？请抢答。哎呦，维尼吗？我粒线体。这个很呼应时事。Absolutely。他刚刚讲了蛋白质，蛋白质是人体的什么？啊，钢筋啊。对啊。那你觉得体力衰退？这人就是没有体力，有没有一直活力上不来？你觉得是粒线体？对，因为你粒线，刚刚博士有讲啊，你们都没有在听。有身体会这样子发炎，然后身体会没有力气，会这样。好，可以了，谢谢。粒线体，请揭晓。哎呦！腺体呢是我们的身体当中能量的来源哦，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长期不习惯运动，或者是常常卧病在床，那甚至是中老年人呢，可能在一定的年龄之后呢，你的活动力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向下适应，就会觉得说，哎，你好像不需要这么多的能量，所以我就会减低我的这个能量的这个供给哦，所以呢，就会造成健康恶化。因此呢，这跟缺乏运动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哦。我来了，来，五楼之一。我跟你做朋友，好啊，五楼之一，邻居耶，可以啊。哦，准备开箱。不是，哇，谢谢，不算太少，还蛮好，可以，有就好了就好。21秒，把握一下，请出下题。很多人会去牙医诊所涂氟，其用意是要增强珐琅质，还是要减少蛀牙的机会？请抢答。维尼妈很快哎，不是，因为我有帮四个小孩涂，来，对，所以减少蛀牙机会。请揭晓。哟，多好的母亲啊！其实呢，爸爸妈妈，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定期带小孩子啊，去这个诊所里头，在牙齿上面涂氟哦。那氟呢，虽然呢，在我们的骨骼啊、跟牙齿啊本身就有，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去加强的话呢，它其实可以比较避免我们蛀牙，同时呢，也比较不容易在这个口腔当中生成细菌。可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当我们涂氟之后呢，至少间隔30分钟，尽量不要喝水跟进食，否则呢，就会让它的效用小打一些折扣。来，请选择。8楼之1，准备开箱。哇，天哪，这可以了。对，有钱就好了。有钱就好了，我要养这个。哇，现在并列23000哦，你们两个人并列，相当高。对，耶，好强。来，我们再出下一题。苹果酵素和凤梨酵素合着有抗过敏的效果，请抢答。草莓的很快哦，来说话。凤梨酵素，请揭晓。厉害，猜的对不对？没有，我爸爸今年过年的时候给了我凤梨酵素锭，对，他就说哦，这个
他讲的像仙丹一样就对了。然后我就想说，小孩生病也可以吃，大人就是过敏也可以吃，然后什么也过敏，然后我就想说有没有这么夸张？好，凤梨酵素的应用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那基本上对于抗发炎啊、抗组织胺啊都有很不错的功效哦。像是呢，如果是因为对于这个蛋白引起的一些呼吸道的过敏或者是鼻炎，它其实就会有预防跟减缓的效果。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过敏的症状啊，它是呢引起发炎嘛，所以呢就会有一些全身性的微发炎或者是有一些红肿，那这都跟组织胺有关。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凤梨酵素它可以对抗发炎跟组织胺的这些反应，所以呢就当然有所成效。请选择六楼之五。是你说要跟大家住在一起？对啊，我以为你选八楼之二哎。斜线啊，我们要连线啊。哦。有点骄傲啊。准备开箱。账单啊，夜路走多了。哎，你善良，抽到的是香蕉哥哥的账单。真的假的？家里开销好大哎。每个人提供是3000到10000中间的账单。对对对。很少啊，你打这么多干嘛？房屋税的账单，房屋税4299，好啊，太好了。最后一题，弃罪。根据諮商心理师工会调查，大专生当中，大一生还是大三生的压力最大，请抢答。终于抢到梁慧文说，准备脱贫。大三生。为什么不是大一？大一刚考完啊，轻松啊，要开始玩啦，而且学校变大了，是，然后系所变多了，大三准备要投入职场啦，会有很多的心理压力，至少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子。大三生吗？希望对。直接讲，非常好，梁慧文，好，请选择七楼之五，准备开箱。哦，呼呼，我打1000元，秒表心意。有分数，恭喜脱贫。好了，那就萝莉塔一个人，哦，一个人淡泊名利，真的，好不好？我们就从后面往前好了哈。怎么会这样？维尼妈23000，哇，厉害！草莓姐姐18701，香蕉哥哥忙了半天3600，陈俊旭8800，梁慧文1000，最高分的两个就是草莓和四宝妈维尼，来鼓励一下。欢迎各位六位住户来到第二回合，一样是1分30秒，但是智慧星币不一样哦，来到20万了。除掉24个信箱呢，这边有一半以上都是在10000以上，所以刚才的落后不叫落后哦。我们第一回合、第二回合不一样，啊，机会命运的发展也不同。准备，请出地理。为了儿童安全着想，日本教育部将鸟蛋、黑市、金针菇从营养午餐的食材中下架了，请抢答。有，萝莉塔，我抢到了，全部人同时，哎，这全部人同时挤进去之后，然后有一个弹回弹，然后又跑出来，哇，妙了，哎，来手开机。这一题我得用猜的，哎，是呀是呀，哼，鸟蛋还是金针菇呢？加油，应该可能。鸟蛋吧，鸟蛋啊，等一下，还是金针菇？金针菇好了，金针菇，因为金针菇好像很容易卡喉咙。金针菇不嚼的话，请揭晓。讲好好的。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福冈有一个7岁的男童哦，他在吃这个营养午餐的时候呢，居然不小心里面有一道菜是味噌关东煮，有这个直径大概2公分的鸟蛋，然后呢他就被这个鸟蛋给噎死了。那当然呢，这个校方啊是郑重的跟家长道歉，那后来也是修法依规定，以后不会再把鸟蛋列入菜单当中，避免憾事再度发生。加油，不要放弃，请出下一题。坚果与青葱何者是偏头痛者的地雷食物？请抢答。哎呦，哦，嘿，哎，你醒了，你看。可是这个，你每个都要猜是吧？你看看你这个妈妈什么都不知道。谁会知道啊？可能是坚果吧。请揭晓。哎呦，坚果不是那个
不是算是营养的吗？嗯，好，如果呢你是容易会偏头痛的朋友，有一些这个食物啊，这个类别你是要特别注意的哦，比如像是坚果啊、咖啡啊、酒精啊、洋葱啊、蒜啊，或者呢是柑橘类的水果跟咖啡因，它其实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容易收缩。当你血管收缩的时候，当然就会容易偏头痛。那所以呢，如果呢是有这个偏头痛容易发作的朋友，就要减少摄取以上这些食物。准备脱贫了，真的。选个六之一好了，六楼之一。嗯，准备开箱了。哇，邻居帮帮忙。居然不是奖，第一个不是奖金。好准啊，节奏里面的节奏很好。你要收金还是收银？收金吧，嗯，比较喜气哈。你收金。社区四宝妈大儿子抽高到了183公分，哇！请分享大家按摩长高的穴位。OK， 这个我可以教你，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说，就是我们家小朋友，我那时候一直在帮他补钙，但是后来去给医生看完之后，他说要胶原蛋白，还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营养，他说可以再搭配一个，就是帮他按涌泉穴，涌泉穴还有很多其他穴，但是我现在可以现场教一下大家。涌泉穴是在头顶，在脚上吗？它其实在脚，但是它头顶也有一个，对，就是对对应，就是像戴发箍一样，大家可以把这个圆圈拿出来，像戴发箍，从这边太阳穴有没有这样子正中央这里，这里就稍微的按。这是不是那什么什么什么百会吗？对，百会、百会、涌泉，然后还有一个三足三里吗？对，三阴交，就这三个。然后这个其实我睡觉的时候都会帮四个小朋友按，就是轮流像做 SPA 一样，然后每按多久啊？其实不用按到酸啊，很痛什么，就是有一种就是酸酸的胀胀感。以后可以你们全家排成一个圆圈，彼此一起按。好，亲爱的，我们省一点。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他们小时候嗯。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其实我们的这管委会特别提供每人一盒保健品。哇！真的，大家说大高小其实是业界顶规八效合一的成长对策，有足量天然的牛奶钙，一小包的萃取就是大概有来自哦这个2.5公升的美国纯净的乳源，水解配方好吸收，还有日本专利成长胶原蛋白，有生态等级好吸收，稳固才有效。同时，霸高灌溉三助攻，有镁维生素 D 专利维生素 K 可以强化钙吸收，纯天然高品质。维藻专利 DHA 超前部署，灵活精明，八效合一，给你的孩子霸高成长力。哇，太厉害了！送给大家。不过刚才几个穴道真的是非常好的，真的。百会穴啊，涌泉穴啊，其实这边这也是相当好的，合谷口，合谷口穴，这个按到不痛，你的腰就松了。好，我提供你们做个参考，好不好？好。人体的穴道太奇妙了。OK， 1分16秒，把握剩下时间进行处理。会在人体细胞中永恒存在的是 DNA 病毒，这个是 C 型肝炎还是 B 型肝炎病毒呢？先生哪个？草莓。这个永恒存在的是什么？永恒存在的 C 型还是 B 型？ B 型肝炎。B 型肝炎，请揭晓。恭喜小瑞，你好，你好。好像是 C 型肝炎，它是 RNA 病毒，在感染之后呢，它会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但是它并不会进入到我们的 DNA 跟我们的染色体互相牵合。但是呢，像是 B 型肝炎，它就是 DNA 病毒，当我们的人被感染之后呢，它会循着我们的血液循环呢，到达我们的肝脏，而且入侵肝脏的细胞，而且还可能会跟我们人体的染色体牵合。所以呢，只要是带原者哦，就会在血液当中检测出它的表面抗原或者是有这个病毒量。请选择七楼之一。我们开箱。哇！恭喜2万元。哇！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请朱下礼。国家署建议13到18岁的青少年一日所需的钙含量为800毫克，还是1200毫克？请抢答。维尼吗？1200毫克，哇，这刚好不是啊，因为这刚好又是跟我们家四个小孩年龄差不多，要这么多，因为我跟你说，因为啊，1200是否青少年人，我们大人就1000，我有问专业的医生，请揭晓，真是1200呢，你看看。
好，钙质呢，它其实很直观，就是我们骨骼形成的重要物质哦。除此之外呢，其实它也参与了许多的这个神经传导跟肌肉的运动。所以呢，在补钙方面，我们很直接就会联想到要喝牛奶，像是每100毫升的牛奶就大约含有100毫克的钙。那国健署建议我们每日的钙的摄取量呢，像是4到6岁大概是600毫克，7到9岁是800毫克，10到12岁是1000毫克，那13到18岁的话就要摄取1200毫克哦。那面临成长期的时候呢，青少年其实每天大概要喝4杯300毫升的牛奶才是够的，那成人呢则是大概要1000毫克。研究就发现呢，其实儿童的钙质摄取不足率其实高达100%哦。如果你长期以来呢都是一直这样子一个钙质摄取不足的状态，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来说也是会有影响的。嗯，而且我自己生了4个小孩，我还有骨松，牙齿也不好，所以我真的是成人就很需要也要补钙。来，请坐，赛迪。还有什么东西？还要选奖金，养4个很难哎。我忘了让你拿奖金吗？对，有这种事情。有，你按太多。我先选好。对，我就伤到脑。8楼之舞。8楼之舞，准备开箱。18000。18000呀你。还有57秒，不要放弃了，各位，请出下题。近期有辣椒粉查出含有苏丹红色素的成分，它是植物萃取有毒物还是工业用染剂？请抢答。哎呦，萝莉塔再猜错就打你。植物萃取有毒物，干嘛？你干嘛？最近有看新闻吗？你有看新闻吗？对，全台湾的新闻每天都是这个耶，他忙着带小孩。真的，植物萃取的有毒，请揭晓。好，就是苏丹红色素，它有分1、2、3、4号，那基本上它是工业用的染剂，像是会用在呢一些合成的这个材料啊，或者是塑胶的染色上面哦，它不是不能够用在食用的东西里头，可是呢，在台湾过去有用在这个咸鸭蛋，甚至国际上呢会加香料里头，所以现在呢，其实有很多人都是闻苏丹红色变，有相当多的东西一旦呢跟苏丹红染上了这个关联，大家现在都是不敢吃的。再出下一个。香蕉还是草莓当中还有镁，可以帮助放松以及改善睡眠，请抢答。又是萝莉塔的毛起来想毛起来错，让我猜对一题，拜托。来，什么？应该就是香蕉吧，都有一个香蕉哥哥在那里，他看起来就很好睡。我是要活在这里耶，他看起来就不会失眠。哦，对对对，不太失眠，助眠助眠助眠啊，气色很好。生了孩子之后讲话尺度不一样，比较宽一点。别思想那么肮脏，我就想说他看起来睡得很好，气色。你看他保持这么年轻，一定是因为睡得好啊。香蕉，香蕉啊。请揭晓。不管是香蕉还是草莓，都是非常营养的水果。那草莓里头富含了镁，镁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放松舒缓，所以有助眠的效果。那香蕉里头是含有钾，所以呢，如果是容易抽筋啊，或运动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呢，就适合吃香蕉。可是要提醒大家哦，在睡前的1到2个小时啊，还是要避免吃水果，否则会容易胃食道逆流。来，请注下题。研究证实，高强度运动与低强度运动的最佳比例是20:80，还是60:40？请答。梁慧文，我得用猜的。20:80好。高强度少一点是吧？毕竟高强度没有办法持续或做到这么多。嗯，太高强度一直做应该也是不太好。嗯，真的。20:80，请揭晓。漂亮，漂亮。好，千万不要呢小看低强度的运动哦。那哪些像是低强度运动呢？像是啊这个慢跑啊、健走啊，还有踩飞轮啊、骑脚踏车啊，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低强度运动。那我们在进行低强度运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运动量哦，它刚好可以帮助我们的粒线体充分运作，然后来补充能量。但是呢，它是有氧呼吸，不至于到像是无氧呼吸的时候呢，会产生乳酸堆积，让你感觉到酸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运动上面的比例的分配哦，大概可以80%是低强度的运动，20%是高强度的运动 ，A 是最适当的。6楼之舞。6楼之舞，准备开箱了。6000，不错。你的命运比较乖巧一点。没关系啊，我有心理准备。
把握最后33秒，请主题。小孩饮食上，若是吃软不吃硬，可能会导致语言发展问题，还是营养不均衡？请抢答。香蕉哥哥。哦，吃软。好题目。应该问萝莉塔答哪一个，我们就选另外一个。干嘛这样子啊？没有啦，猜猜你会选哪一个啊？我会选，那你要选另一个是不是？好，我会选语言发展问题。那我这一题跟你一样。你怎么这样啊？你要选营养不均衡啊？为什么不是营养不均衡？因为吃软不吃硬应该是小朋友去咀嚼的问题，对。然后软的东西应该也是有营养啊，你给他营养素不一样的来源也是可以，但是语言发展是要靠咀嚼，对，因为小朋友很会讲话。请揭晓。掌声鼓励。好，的确哦，如果小朋友他常常习惯吃软不吃硬，他当然就没有太训练到他口腔的这些肌肉。那其实呢，我们在发音的时候啊，就需要一些咬字的清晰，是必须要口腔要有一些用力，他才能够把这些构音都把它发得完整。因此呢，其实小孩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开始让他训练吃各种多元的食物。来学，六楼之六。会选六楼之六的，通常都有一点点迷信的个性。没有，他旁边六千。准备开箱。哦，真的。你跟梁慧文两个真的够了。请出下一题。隐形眼镜盒，它是属于化妆品还是医疗器材？请抢答。说。谁知道啊？说。医疗器材吧。医疗器材、化妆品，等一下还是化妆品啊？它是盒子，可能是化妆品，因为日本药妆店都有卖，应该算化妆。所以说什么？化妆品，化妆品，请揭晓。对，好，现在呢，很多人呢都会戴隐形眼镜，那么要告诉大家哦，其实隐形眼镜的清洁液、隐形眼镜的保养液，还有装隐形眼镜的保存盒，其实都是属于医疗器材，它是归卫福部的食药署来管辖的。那么要提醒大家呢，其实啊，它连这个保存的盒子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呢，一旦你没有定期的去清洗，注重它的干净跟整齐的话，它容易会藏污纳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健康。所以呢，连这个隐形眼镜的保存盒哦，都是只能个人使用，不可以借给别人哦。好。还有，它不能在网络上卖。对对对，因为它是医疗器材，对，没错。如果你在网络上卖的话，会被罚款。没错。19秒，请把握，请出下一题。根据挪威研究统计，生2个还是4个小孩的家庭是最佳平衡，请抢答。来，草莓。这问题，看看我，我刚看我看到你了，我猜是4个。哎呦，为什么不猜2个？因为我觉得他家蛮平衡的，可是我们都是觉得生2个恰恰好啊。要是我猜也会猜4个，真的？为什么呢？一个意见来了，就会有正反方，对，就会有不同的2个立场，可是这个立场的决定又是我自己决定的。如果我找到4个人，他就会有2个2个，对，他会更多人在社会在意见上有个更圆融的说法，我觉得更平衡，而不会只会就这样。刚因为罗丽塔都是一个人哦，所以他只能跟自己对话，你知道吧？这2个没办法投票啊。家庭的最佳平衡是2个孩子还是4个孩子？是4个吗？请揭晓。我们猜错了，是2个。真的。好，当这个家庭当中孩子的组成呢只有1个的时候呢，虽然父母会全神贯注的在照顾他，但是呢依旧还不知道一个最佳平衡的状态哦。他们认为说呢，孩子呢如果有2个的时候呢，是会刚好可以提供足够的一点点的这个生活压力，但是呢又可以维持家庭的最佳平衡点。但超过2个孩子以上的时候，父母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一个经济的压力，就要花更多的心神在工作上啊，想要张罗整个家庭的开销啊，所以呢就不会那么注重到自己的健康了。12秒，再出下一题。无花果还是番石榴中会有小蜜蜂帮忙授粉，结果把这个卵产在里面，请抢答。是无花果还是番石榴？猜的咯。来，花果吧。请揭晓。好，假如说在吃无花果的时候，里头会吃到一些活的小虫，或者呢是死掉的小虫尸体。这个时候你不要太担心，觉得它是寄生虫。事实上呢，它是绒果小蜂。绒果小蜂它的一生都跟无花果很有密切的关联哦。它会帮忙无花果授粉，那同时呢，它也会把卵产在无花果的果内。但不用太担心，因为基本上呢，它是一种高蛋白的食物，而且它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危害哦。基本上呢，比较会造成这个问题的是中方果食蝇。
来，慧文。好，八楼之二。跳一个20000多出来吓死他们，好不好？希望是。八楼之二，准备开箱。又不妙。10000，不错。恭喜你跑到第三名，比赛结束了。结束了，因为我们剩5秒，不到6秒，念不完一题就 waste 掉。OK OK， 谢谢各位的参与，报告一下两个最高分的2位，果然草莓的38000加上维尼妈的41000，哇，2位恭喜进入冠军争夺赛。恭喜2位进到我们的第三回合，第三回合。18个信箱，6、7、8、3层楼，18个信箱里面只有加没有减，41000领先了3000、4000，来领先的维尼吗？我先，你要先答后答。那么紧张哎，我先好，我先答。好，先答。维尼妈准备，请助理。身体中的胆固醇是透过饮食还是自行合成的？透过饮食。请揭晓。合成的胆固醇呢？因为我想我老公都吃很多，然后他胆固醇就很不稳定。答力旋转移，加油，草莓。好，请助理。鸡蛋还是红肉会导致胆固醇过高？红肉。请揭晓。多好的一个孩子。嗯，孩子。来，智慧星币，请选择。7楼之2。7楼之2，为难，真的啊！12500，留是不留？先别留好了。先别留。先别留。因为他只能保留2次啊。哦，很有趣。先别留，很好。落后的人敢做这个决定，肯定棒棒，对不对？有自信，有自信。为你准备，请注下礼。男生的发育顺序，最后一个是变声还是抽高？变身，请揭晓。来，维尼妈。8楼之5。8楼之5，准备开箱。哇哦！哇哦！感觉很厉害。你发达了。哇！哇！2万。保留。留。保留入账。这个落差来到了23000。你要24000，请助理。女生的发育顺序大多是胸部发育还是生理期来开始的？生理期来。请揭晓。啊，真的是胸部发育。因为你没有发育过的。生理期。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我有。不用回答他了。哦，不要回答是不是？好。来，维尼准备。请助理。豆芽菜与九层塔何者种植过程当中可以不用晒太阳？豆芽菜。请揭晓。这个送分题送惨了。请选择。6楼之1。6楼之1。准备开箱喽。9000，要不要？你剩11秒，剩一题。如果这题拿下来，你刚刚好7万。那我先。所以要还是不要？我留着好了，我比较保守，保留。那11秒就没有了，你就休息了，看他表演。好，草莓姐姐加油，真的好，加油，好，请注意。抗氧化剂含量较高的是新鲜还是发芽的大蒜？啊，新鲜。请揭晓。啊！这好逼人哦！不着急，请助理。小茴香和肉豆蔻合者为5香粉的5香之1，小茴香。请揭晓。请选择。6楼之3。你现在目前2次保留都没有嘛？对不对？还有。对啊。哦，你还有下题的机会啊。嗯。6楼之3，那你弄到个20000多就刺激了。好。准。你还非要不可？他遮一下。13500，你非要不可。好，来入账。好，剩下1次机会，目前落差18000。哎，18000有很多哎。嗯。你真的答对，我就刺激了。18000赢哦，逆转胜。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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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他如果抽到18000，用201胜出啊。对啊，维尼妈就会撞墙，你知道吗？但是非对不可。对啊，可以可以。请出最后一题。花生和杏仁何者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杏仁吧。请揭晓。比赛结束。花生的蛋白质比较高哦。花生蛋白质比较高。我也以为是杏仁。我以为想说，杏仁感觉比较营养。7万元，恭喜维尼妈胜出，漂亮。来，送给维尼妈两样礼物，是吧？好，送你两项大奖哦。第一个是富颜龙 H 会馆 SPA 双人行，专为讲究重视品味者量身规划，打造了精致整体的 SPA 体验，深宠身心的每一个角落，深深疗愈的殿堂，尽情享受丰富健康心灵之美。另外一个是卡萨 S 勾达分享自动气泡水机组，不用插电或电池，只要按一下就可以自动重启，操作安全简单，让你可以秒变调饮师。涡流进气的设计将气泡口感最佳化，让气泡口感再升级，商业家用都合适哦。全部送给你。谢谢。好的，知识就是财富，请努力增加你的智慧，累积你的财富筹码。你想要打开金库的致富密码吗？别忘了周六周五每天晚上9点，请准时锁定《全民新攻略》，拜拜。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